大家好，我是小苏，今天把不穿的旧衣服搅一下，然后变成辫子搭蔬菜用。不会，来，起来。哟，你这干嘛不叫姑姥呢？这么热，那个就没有人了。我说你家妈妈给你叫了。不是那干啥的？家妈妈叫了两声。跟那个呆呆聊天聊了。哎呦，还有出来！我也想摘呀，妈妈。接着摘了，姐，快摘！哇，我这么重吗？把这个摘了。嗯，我想摘了。哎呀，哎呀！哎，两个呢？两个一起摘，你摘的，我还一个给你一起摘，六个人一起倒来。啊，包好了啊。啊！你这耗子干啥嘞？哎呦！啥味儿呢？你逮着来，逮这个来。咱们的第二天就变了，可交代着咱家南面的蔬菜，那个肉上才见了。我能见。嗯。又糊了，又湿过了，还有冻糕。来来来，就你这吃了啥了？来来来，就你这这些就贵了，是吧？干什么？你穿了哥哥的刀拖鞋呀？嗯了了。嗯。嗯。脖子很带劲啊。嗯。这个薄荷样的。嗯。薄荷。像皂子一样。边儿上倒边儿那个一条似的，中上。我可得粗啊，粗的这边才这儿，是不是？要湿吧。这边儿的那个是还不一样，才这儿。嗯，这可是这儿，你怎么都你都带着妈妈的贵边，后湿能倒起。这儿的中。嗯。我觉得女的都会边儿，女的都有，只要是边儿头发边儿的，哼。你们哪里有？好像电脑呢，他会搬过来包你这踹了踹了个数上还有几米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还有六米你就能踹上了。我还垫了鸭蛋疼不疼？疼。那是还没老的垫着疼死了。快来。快来。得了嘛子呢？疼再不快来，你别相信你，真是。大哥练大哥不想吃了，中了。来，你带点。你给奶奶带的，给妈妈带的。好，嗯，好的。你都一穿那两套胖，决定了没？哎呦，不好抉择呀，就一直觉得不会全扎了，那一套倒巧了，装修了不来不觉得那底嘴不好。嗯。那一套你底嘴倒好，就是觉得反而不是老新了。不是老新。嗯。底嘴带的。是啊，你不知道选哪个。决定了不是，你爹就能交代过，你都决定了，我就去就试下去。啊，不用啊，嗯，确定我决定了，叫姐姐的同事，你这样不去试试就去。长得养着两个老婆子，没得。什么老幺吧，那就应该了，你就嗯，不行就行就行，能接啊。你去个。说了，你都决定了，不就试下去了？那接不是那也不容易啊。姐姐去交了。搞得同学都不照顾，想姐姐去掉，实在不够了，不是？啊，他就当下接着呢。哎呦，不会都能听见啊？我，反正尽量吧，尽量不行。你都听决定来了？听到。照着说我是他。嗯。那些凉快了，可真。嗯，你这个这样倒好了，都开了会儿。嗯，你看困定了会儿，他就说，我可吃的有个多，没有吃了可大。哦，他就到时候换。我就是说换过，可才有了小腿儿的哈。有了腿儿了。是不是嘞？有了后肢，一直就换。啊，还有这事儿嘞？
那时候就原来种了点牡丹花儿呢，又还，那是不是又枝坏了？你看正病生的哈，我不知道都是我爷那都是事儿。嗯。我瞧它长得好的，后来我说的，我说瞧了就不很长哈，我指着它。你下边一直指，一直。就是它现在就是不长的。你说你就不叫这种一直没有拿完呀，这枝坏了。呀，这都是说了吧，你说的好的就好了。就帮着吃，它要长得更好了，当然。它就要往上长了。